实际上，许多高产的长臂采煤系统经常是在自动控制模式下达产或超产。CAT 全自动长臂采煤系统在全世界多个产区创造了高产记录。这些系统在超过98%生产时间都采用全自动模式。您是否已经体验到这些无与伦比的生产设备的优越性了？长臂开采自动化的优越性包括，当然首先是安全，同时有高产高效的优势。现如今，长臂开采已经演化为数据开采，在一套完整的 CAT 长臂系统中安装有3000个感应器，用来测量和收集数据。只有卡特彼勒能够提供一整套功能强大的模块化控制器系列产品，来实现完美的采矿科技和流程的实际应用。CAT 可编程模块化控制系统，通过基萨微型控制器技术来控制液压支架、采煤机、驱动装置以及系统中任何需要受控的设备。它们通过连接形成完整的控制网络。长臂设备的所有数据首先由位于单个设备上的电子控制单元进行收集，随后传递到工作面端头，之后可以运行软件工具来实现这些数据的可视化，从而了解设备运行的具体状态以及生产进度。在一套典型的长臂开采系统中，成千上万的传感器每秒钟都在传递着巨大的数据量。通过我们的系统，我们能够获取多达50000项数据，但我们同时也可以通过演算筛选出对于了解长臂运行最有用的数据，并显示在屏幕上。数据可视化可以使您在地面上就了解整个景象的工作状态，这不仅是把数据简单的收集并导出，而是基于实际开采的完整经验的分析。我们认真聆听全世界各地区的客户的声音，并根据客户基于他们日常操作而得出的反馈意见来进行我们的工作。设备的自我诊断功能是保证设备能够最大限度持续运行的先决条件。V 系列软件工具可以监控长臂系统中的每一台设备，了解其运行状态、角度，以及及时发现不正常的抖动。该功能可以主动发现维护任务，并在问题出现时自动报警。长臂导航装置是一个复杂的工具集合，它可以准确地帮助您实现远程控制，它可以帮助您在 3D 环境下导航整个长臂系统，通过对齐设备，根据煤层厚度控制作业工作面，从而实现高产。导航装置将通过计算并不断地进行一些小的调整，以确保您能够获得利润回报。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摄像头和其他感应技术对设备进行调查。最后，我们需要技术来决定如何操控工作面上的设备，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完全的自动化。那么，现在我们将问题带回给您。您在 CAT 全自动长臂开采中将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人为因素非常重要，但是矿工的角色将会改变，他们可能需要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工作，他们需要决定切割顺序，考虑如何设置控制器，他们的技能以及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将会发生改变，职责最终将增加。一套 CAT 全自动长臂采煤系统在运行时只需要较少的矿工在工作面，当然我们仍然需要时刻关注一些紧急情况的发生。我们的系统设计初衷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客户更加安全地开采，所以只要可能有潜在的危险情况发生，
设备会自动进入安全模式，防止设备或矿工受到伤害。长臂监测功能通过两种方式为您提供所需的可视性。它设计有人员感应系统，用以感知是否有人进入长臂作业区域。另外，通过安装在支架和采煤机上的摄像头，控制站随时监测并观察整个长臂工作面的运行情况。CAT 全自动长臂采煤系统提供无与伦比的安全性、效率和生产力。您是否已经体验到这些无与伦比的生产设备的优越性了？